哟。我今天呢要去参加两天一夜的夜宿滑雪，所以我现在人在明洞，早上会先去芝山滑雪场，下午的时候呢会去凤凰村度假村。所以今天这支影片呢就是要来跟大家开箱一下韩国的滑雪场，真的很期待。今天是韩国的寒流，所以整个超级冷，今天没戴手套出门，所以我的手现在整个超级冻。早安，我来迎接你。天气真的好好啊，种族装备的地方，就是租衣服的地方。来个夜吧，耶！有了有了 ，Hello， 打扰了，哇！很干净耶，还有洗手槽、冰箱。哦，他刚刚冰箱门没关好哎，谢谢我帮他关好。这里柳槽很大，也很干净，是干湿分离的耶。哇，太美了吧，赞呢！我们要出去拍照了。那个雪好厚，好下去。哪里飞？好，来吧。这是我的第三次。好了，吃吧。
可是下面是软的。Yuki 追的雪人哦，把他纪念一下。然后我来看一下别人追的雪人长什么样子。重点是我的手机竟然上网了，太冷了。最后我们宣告紧急回房间，回房间，鼻涕都快流下来，话都快讲不好了。参加的人要喝的游戏，一个成功好的人旁边喝，但是不能抓这个，要。只能抓这个，抓瓶盖，对，然后弹手指，对，一边都可以啊，两个都可以。真的，完了完了，加油，刘月加油，用力 ，fighting， 用力，哇！哇哇哇早安，哇，超漂亮的。分享我新的滑雪服，哦，哇，超级大！他们要穿板子，我只能用走的。风景超级好的。啊！你有时候你的手自动了，用力用力，你要合心了。对对，如果说动的话，你的意思是你没有使用你的过墨水的意思。我发现，如果我左脚在前，我很。对，害怕，所以你要压左边的肩膀。我知道比较害怕，所以你的身体有可能靠右边。等一下你知道怎么控制的话，有自信，有安全感，不会害怕。一段时间有可能害怕这样，但是你要压。谢谢 Yuki。他连餐厅都好漂亮哦。对啊，我们找一个阳光明媚的地方吧。这里真的很适合小朋友来玩呢、欸，自己的雪橇自己拎。首先，我们先派出我们的 Yuki 来为我们做示范，加油！好可怕啊！准备，出发！啊！哇，好玩吗？什么鬼？哎、欸，他速度好快啊！对啊。啊啊啊좀되셨나요네출발할게요네结束这欢乐的一天了，零下十五度，我们在这边玩雪，风还超级大，总之很好玩，赞赞，拜拜大家，拜拜。这边搞手太冷了，你看它要关机了。